Windows 等原生运行安卓游戏了。谷歌宣布打造本地 PC 程序。在刚结束的 TGA 游戏颁奖活动中，谷歌宣布，按照谷歌的说法，他们希望优秀的安卓游戏不仅可以在手机、平板、Chrome 互考起来，还能支持 Windows PC。我们知道，微软 Windows 11系统已经添加对运行安卓 APK 的支持，一些游戏如《王者荣耀》的确可以跑起来，但因为没有优化效果，差强人意。谷歌强调，其 Windows 游戏程序独立开发，没有微软或其他厂商参与，也不与 Win11 绑定。显然，操盘 Android 的谷歌显然知道安卓游戏该如何优化，适配 Windows 后有关 GPU 加速、大屏、触摸与键鼠等痛点问题，有望更快化解。况且还有克蒙 Book 上积累的经验供参照。